觉得对于新一代的青年电影人进入国际视野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相信自己直觉的人，有时候我会听自己的声音，我觉得想去体验生活，想去对世界充满好奇心，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不一定要在一个领域一个工作里面把你所有会的东西去学会，就是你可以体验很多不同东西，对所有事情充满好奇心，你就会对很多事情保持一个很谦卑的心，因为你什么都不会，你从头开始学。所以我觉得做演员的话，我不是很多能力可以告诉大家，但我就是对很多事情很好奇，我就听着自己的直觉，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做，这个我不会，我害怕，我恐惧，我都会去挑战。勇气、好奇心跟直觉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三点吧。